学制一件女士的披肩，既可以大人穿啊，小孩子穿，如果比例缩小也完全可以啊。好的，这款作品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。你所看到模特身上穿着的这一件，正是我们现在要为大家讲解的这一件啊。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。熟悉我的同学已经知道，你在每一部书的封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正式的和大家一起来说它是如何编织的。同学们一定想，哦，它所有的技术点其实是来自于剪针。什么时候剪，按照怎样的频率来剪，这是整件衣服最重要的地方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下边的教程当中详细捕捉每一个重要的数值，同时我也会将编织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窍门为大家一一的详细的讲解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正式的来开始它的编织方法讲解了。首先来说毛线啊，毛线我们采用的是纯羊毛的粗线，里边有四小股组成。如果你捻开的话啊，每一根毛线的直径2.5毫米，织针6号织针，整体所有加起来毛线用量7两多，将近8两，你就能够完成它。如果这款小孩子穿的话，它比较长啊，和一个斗篷差不多。但是如果我们大人穿这款，完全可以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啊。穿好之后正好到你胳膊的回弯的位置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式来说它是如何编织的。从下向上环形编织，一共起了多少针呢？在底边204针。这204针我们织的是桂花针啊，桂花针就是一针正一针反，每2行以交替。好，再然后我们将桂花针环形着向上，一共织4厘米就好了啊。织够这4厘米之后，我们开始给它按照排花，按照各种花纹的排列啊，环形向上织。那么花纹之间的针数比例是多少呢？每种花纹的图解是怎样的呢？同学们准备截图。先看最重要的，看到整体排花几个字了吗？同学们把它截下图来啊，然后我一一的讲。由于它是一个环形，看左右的各46针宽锁链针了吗？啊，这46针分别是从前至后的这一部分，就是肩膀的位置啊，和这一部分从前到后啊，啊这一部分是46针的宽锁链针，前后品花纹完全一致。46针完之后，宽锁链针是怎样织的呢？看这儿，3行正1行反，就是宽锁链针啊。好，再然后你往左看，从右往左看，有一针反针你会织哈，9针的辫子麻花你也会织。辫子麻花嘛，很简单，就是这样的。同时辫子麻花还带着右侧的鱼骨针，同学们把这张图截下来啊。再然后呢，就是28针的微型花纹，这是整件衣服的正中间，前后是一样的啊。你看这样整个一圈你就明白了啊，上边是前片，底下呢是后片啊。微型花纹同学们截图就好了啊，截一个完整的。下边一个，你现在已经了解了所有位置的花纹、针数、相互之间的排列，每一针没有落下。按照这样的组合排列，我们将204针环形一直向上推进，织到哪儿呢？织到这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向上需要织23厘米。从哪儿算的呢？从开始织这个花纹一直到这儿，我们织23厘米，环形织，整个过程不需要加减针，保持原有针数204针。达到23厘米高度之后，我们需要给它找出4个减针点。这4个减针点是哪儿呢？如果从目测来看的话，注意看啊，我们的辫子麻花的外侧看到了吗？啊，辫子麻花稍稍的有点往外舒展开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位置做了减针的处理，看到了吗？啊，也就是整组凡是遇到辫子麻花，看
挨着辫子麻花的那一针宽锁链针就要被剪掉。看，只剪这边啊，辫子麻花包括它的那一针反针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状态，不要碰它，不要做任何的修剪，理解了吗？好，也就是辫子麻花边上的这一针反针作为剪针点，宽锁链针只要是挨着它就要按照规律进行剪针。怎样的规律呢？每两行剪一针，一共剪16次，就沿着这边，你每剪掉的一针都是这个宽锁链针，就是你当时排花当中46针当中的一针，理解了吗？啊，按照这样的规律，隔一行剪一针，隔一行剪一针，一直剪16次，分别在4个剪针点如此操作。哪4个剪针点？挨着，你一共有4组辫子麻花，对不对？一二，后背还有2个、3、4。好，就在辫子麻花的靠近肩膀的这一侧来进行刚刚的规律剪针啊，每一处都是这个规律，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，看到了吗？啊，另外这两侧啊，全是这样的剪针规律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这点大家会操作啊。剪针就是两针并一针嘛，这行剪，下行不剪，第三行再剪，第四行不剪，如此向上环形之，你的针数就不是204了，就会变少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剪针了嘛。同时啊，在这一圈的范围内，4个剪针点同时按照这规律来剪针。好，一边剪针，你的高度在不停的向上走，对不对？当你的总长度，这次我必须要说总长度，因为同学们这一点必须要了解啊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的总长度从底边位置算啊，我第一次这么给大家讲啊，因为这个备课备了很长时间，怕大家不明白。当它从底边的位置算起，你的总的长度已经达到40厘米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啊。这时候你在一边剪着针呢，你在向上涨，高度呢是在剪针的过程当中达到的40厘米。总高度从你起针位置算啊，好，达到40厘米的时候，我们要进行领口的剪针，因为它是一个圆形的领口。通常情况下，像这类的啊，如果我们只强调设计点的情况下，我就很少在这位置设计一个领口的位置剪针，基本上上前后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强调里边的这些啊技术的难点，所以这些小的细节就不会插在一起。但这款我们追求的是它一个实用性和舒适度，所以大家看啊，在剪针的同时，我们在领口的位置也在进行剪针。怎样剪？总高度达到40厘米之后，取前片正中的时针给它平流，留住这时针之后，好了，我们要在时针的两侧进行规律的剪针，每两行剪3针剪一次，每两行剪2针剪一次，每两行剪1针剪一次。所谓的每两行都是隔一行的意思。另外一侧时针的另外一侧啊，也是这样的规律来进行剪针啊，使得左右是均匀的状态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话再说回来，当你剪完针的时候，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，你领口在剪针的同时，这边隔一行剪一针剪16次，你还没有剪完，你还要继续进行，理解了吗？直到它剪够16针为止。并且所有同学注意，我现在敲黑板进入最重要的环节，也就是当你剪完了领口的针数之后，那么你就形成了一个前半片，对不对？那你前半片高度要织多少呢？全员注意啊，这时候我们总高度要达到46厘米才能停止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你完成了领口我要求的这3次剪针之后，你的高度还不到46，你要保持原有的前片的针数，继续向上织，理解了吗？啊，要继续向上编织，直到达到总高度46厘米。当然，我指的是前后片是这样。有同学说，为什么说前后片，干嘛不把这块一块带上呢？因为它是一体的呀。没错，
但是你没有发现这件衣服的肩膀的位置轮廓很明显吗？这是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在隔一行减一针减16次完成之后，注意我现在要说重点了，在它完成之后，实际上你的这一部分一共46针呢还没有被减完，你的这个锁链针宽锁链针还没有被减完啊。这时候要怎样完成你这样的减针？实际上你的两个肩头这边和这边的宽锁链针应该是各剩下了14针呢。这一部分啊，由于这样的减针手法把它减的只剩下14针了，连前在后一共14针啊。这时候你要将14针松松的平收，理解了吗？减完了以后就留着这14针给它平收了，像我们普通的织袖子的肩头一样啊。然后你要怎样？然后你要将你的整个连前片在后片啊，不管这边了，你都平收了，我不理会你了，我要让我剩下的针数继续往反向上织，达到总高度46厘米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在织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微小的动作，这个动作呢在其他的披肩里边涉及不到，所以这款要详细的给大家讲这里啊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整个织的过程当中，领口完成减针，保持原有针数，继续往反向上织。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你的隔一行减一针减16次已经进行完了，没有进行完，继续向上。进行完了以后，将你的剩下的这个锁链针给它平收，你应该剩了14针。平收之后，你的前后片实际上啊，要再向上多织4厘米。看它平收了，实际上相当于前后片啊要再向上多织4厘米，刚好才能够达到46厘米的总长度。这下大家理解了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你仔细看你的前后片，你的前片啊应该是剩下了一共17针，你要从你的后背片的位置，一定要注意啊，后背片的位置怎样啊，也取17针，前后各17针，将肩头给它缝合上，理解了吗？啊，有同学说，哎呀，你这都织了4厘米高了，你比它高了4厘米呢，那你怎么能缝到一起呢？这会不会高出来织一大缝子呀？才不会呢，你要考虑到你这个位置减完针之后你还剩了14针呢，对不对？你14针是松松的平收啊，松松的啊，松松平收完之后会形成怎样啊？你收完了以后，它会就如同这个位置啊，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边儿啊，这是那14针啊，这14针是要窝过来和你的那个4厘米相缝合在一起的，理解了吗？啊，这就相当于我们织袖子的袖衫的部分，袖衫你不能一针都没有啊，对不对？通常情况下我们剩十多针20针左右要给它平收，缝袖子的时候袖衫剩下的那一部分也要跟正衫合在一起缝的呀，理解了吗？啊，这位置啊新学的同学可能会懵啊，但是如果会织毛衣同学我一讲你就明白了，跟袖子和正衫缝合是一样的，袖衫位置啊。好，前后肩头我们各取17针相互织缝，别缝太紧啊，织缝，织缝完之后技术点马上又来了啊。看似一件披肩，我今天下午备课备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为什么？因为它真的是技术点爆棚，学会了这件衣服将来再有怎样的复杂设计你都能够迎刃而解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熟悉了它的流程以及它所有的版型的部分啊，其他就是看你对所有花纹的理解了，换一个花纹就是另一种风格。好，我们继续啊，当前后肩头已经织缝上，我们要完成领子。同学们注意领子是什么样子的，看这儿，它是一个搭在一起的领子，看前后一部分是重叠在一块儿的，理解了吗？啊，是一个立着的领子，或者说是一个翻领，但是它不是左右直接的针数的一个正中间的一个调整，而是怎样的？而是两侧都往这边跑了一下，这边往这边跑了一下，理解了吗？好，也就是
这时候我们需要在整个的领口的位置一共挑出多少针？104。但注意，这104是开领，不要认为是从正中间两边是一样均匀的，才不是。我们是要怎样？我们是要取15针相互重叠，看到了吗？啊，这15针是相互重叠的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也就是说总针数104针，要让这15针和起始针的15针啊，开始和结束的15针重叠在正中间。现在理解了吧？哎，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开着领子的状态啊，这点很重要。好，这104针啊，要的是大家的技术啊，大家往这边错多少，后背这一部分啊，实际上是重叠从里边挑的针，理解了吗？你挑针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你是从这儿开始啊，第一针啊，注意第一针是在你的那个正中间的部分啊，往右来凑够了15针，然后千万别挑歪了啊，然后挑到这儿之后俩重合的时候，注意再向里边再挑针，再挑针部分刚好也是15针啊，相互之间是一个重合的状态，理解了吗？啊，这样你的领子部分啊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效果了。好，104针，我们织的是双螺纹啊，一定要三针正针开始，然后两反两正，两反两正，最后到另外一侧的时候啊，是两反两正，两反三正，这样边沿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啊。然后我们将整体的104针往返向上，一共织12厘米的双螺纹，形成你的领边啊。最后将领边直接收成机器边也行啊，或者是你收成平边更好看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它的一个有弹性的，又是开领啊，完全可以收成平边，可能会更好看啊。这样整件衣服你就完成了满满的技术点，不是吗？好，这款给了大家很多灵感，如果喜欢请点赞，感谢各位。